姐姐，你在看什么啊？我正在吸收最新的流行时尚资讯。哦，最新的流行资讯是什么呢？哦，这边说啊，2024流行的关键字是流苏、垂坠、极短裤、运动风、pattern 以及低腰。哦，这些关键字我几乎都懂，但是有一个英文字 pattern 是什么意思啊？哦 ，pattern 呢，就是指的是像女生的衣服、长洋装或者是短洋装，但是在腰部这个地方呢，会有荷叶边的设计哦，像是那个影后。Emma Stone 她在领奖的时候穿的那件绿色长洋装哦，很大荷叶边的那一个，对，很好看啊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们的衣服就有荷叶边的设计啦。我们好时尚哦，真的，原来我们走在时尚的尖端。那我们也可以去领奖。时尚呢，就是表达当下的流行美学哟。像我们也可以来设计属于我们的时尚，只要穿得舒适开心，就是流行。太好了，人人都可以当设计师。那现在呢，我要来设计属于我自己的时尚喽。哦，那你设计完之后，我要来设计。好，那我先选这个帽子。这个帽子呢，夏天到了，很适合拿来遮阳，而且很运动风的蓝色。那我想要选一个蝴蝶结，先把它贴上来。选这个蝴蝶结，因为呢我很喜欢蝴蝶结，而且我们身上都有蝴蝶结。那我们现在贴上来了，就把它刮一刮，有点像转印贴纸，然后再把它撕下来。哦，完成。你用帽子的话，那我来设计一件衣服好了。好，夏天到了，让我想到的是百花齐放的感觉。那我要把它转印上去的话，我会把它装在这个上面。那我要选一个可爱的花花贴在正中间，然后一样拿这个把它这样子刮一刮，小花就转印在衣服上面咯。那现在呢，我还想做一个包包，想做这个托特包，因为呢我的帽子是运动风的，所以我想搭配这个托特包，运动风的感觉。那我选一个 Love 好了，贴一个很大的 Love，一样把它刮一刮，成功成功。女生呢就是很喜欢包包，所以我喜欢吃法国面包，我要来做的是法棍包包，我要一系列花的哦，一排花把它粘上来，然后要拿这个刮一刮，刮板成功了。那我们现在都印好图案了，我觉得可以来加点颜色哦。可以耶，因为它有好多颜色让我们选择。银色的话你可以带去派对啊，你觉得是派对焦点的缤纷的感觉，缤纷的感觉。桃红色有种热情，黄色就是你看到就觉得哇心情很好，阳光啊，对，像那个太阳洒下来。蓝色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知性美或是看起来比较成熟的话，你就可以选这个蓝色，很有智慧的感觉。是的。那我先把我的帽子选个颜色，我想选一个黄色好了。好啊，运动风就是很热情的感觉。对，然后我们一样要把它这样刮一刮，拿下来，成功。哇，好哎，那你的包包呢？我想选蓝色好了。好啊，跳色的感觉。你一样刮一刮。哇哦，好跳色，好好看哦，很漂亮哎，很好玩哎。好，那换我了。好，我的衣服呢，想要用 bling bling 的感觉，银色吗？银色，轻松的粘上去，乖乖刮一下。哦，成功，超闪亮，很闪哎，尤其在蓝色上面。对啊，那我想要一整组，所以我的包包上面也要用银色，两朵用银色，两朵用另一个颜色。可以耶，还有一个桃红色也可以用。用那种渐层的感觉，然后你可以一朵一朵用，我觉得两个，然后这样子哦，就是搭配组合，桃红跟银色，对呀，很好看。对，你看，我们都是设计师，我们真的走在时尚的尖端，噔噔噔噔噔，哇，完成。品牌初登场哦！你今天买的这个衣服是哪个设计师帮你设计的呀？听说是现在最有名的 Kim 设计师啦。Yes， 好看吗？好看吗，小姐？好看吧？好看，好时尚。
哇，我才做了一个帽子，一个包包，就觉得工程浩大哎，当设计师真不简单。但是我觉得非常好玩呢，可以属于自己的一个设计作品，都是我们喜欢的风格哦。对啊，那我们也来帮哥哥姐姐设计一套吧。好哎，成功！你看我的，哦，很好看哎。哦，你看我这个很成功哎，真的哎。新品上架，请来买。我是店长 Kiwi 姐姐，我是咖啡厅小帮手 QQ， 我是咖啡厅点餐伙伴洛璃。今天是我们开幕的第一天，我们的设备还有餐点都已经准备好了哟，你们期待吗？期待。不知道今天会是谁来光顾我们的咖啡厅呢？哇，有客人来了！噔噔噔噔噔 ，Hello， 你们好。小姐你好，请问你今天要来点什么吗？我想要来一杯美式咖啡。好的，美式咖啡，请问要冰的还是热的？内用还是外带呢？我想要一杯热的，然后我要外带。好的，没问题，那麻烦 QQ 咯。哇，你们知道所谓的美式咖啡啊，就是将意式浓缩咖啡加点热水哦，这个是美军发明的。来问问看 QQ 好了，你猜猜看，美式咖啡是先加咖啡还是先加水？我猜是先加水。哦，其实是先加咖啡，因为呢，在冲下热水的时候呢，它可以溶解咖啡脂，这样子在喝的时候才不会有呛酸感哦。美式咖啡好咯。哇，谢谢小姐，请慢用哦，下次再记得光临哦。拜拜拜拜。太好了吧，我们一开店就开始了耶。哦，又有客人来了。 Hello， 你们好。您好，请问你要外带还是内用呢？内用好了。哎，那我有宠物可以吗？喵。当然没问题，我们这里呢是宠物友善咖啡厅哦。哦，太好了，那我要点一杯柳橙汁。请问要不要再加一块杯子蛋糕？哦，这个建议很不错哦。好啊。好的，那这里请稍坐，待会餐点会帮你送过来哦。这位客人点的是冰的柳橙汁，所以呢，我们首先要先来冰镇一下我们的杯子。我们倒的这个是冰水哦，这个杯子会有很神奇的变化，仔细看喽。接下来的步骤就麻烦 QQ 喽。好。还是柳橙汁，还是黄色的粉？要一匙粉搅拌。OK， 站起来，看一下，加柳橙汁。哇，柳橙汁看起来很好喝耶。小姐，你的柳橙汁好咯。谢谢你。还有杯子蛋糕，请慢用。谢谢。我们的咖啡厅真的是生意兴隆哎，又有客人来了。Hello， 你们好，欢迎光临。请问你今天要点什么呢？我想要一杯蔓越莓果汁，然后我有自己带外带杯哦。哦，太好了，自备外带杯呢，可以折5元哦。那就麻烦 QQ 咯。没问题，让我来制作特调蔓越莓汁。好，粉红色的粉，好漂亮哦。对呀，加一匙。OK， 好，搅拌。这是我的杯子。OK， 来交给我。小姐，您的蔓越莓汁好喽。
谢谢你们，我会好好享用的。欢迎再度光临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下次再来哟。哇，开一间咖啡厅真是不容易，要询问要内用啊还是外带，冰的还是热的，需不需要吃蛋糕，还要送到桌边，真的要服务很齐全呢。对呀，但我觉得你们今天表现得很好哦，不仅服务周到，还长得又很可爱。哎，那不然趁现在客人还没来，我们来做一杯特调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一杯蓝莓气泡饮。太好了，麻烦 QQ。客人又来了，哦，欢迎光临。你好。哎，不然我们就来送客人喝一杯我们的特调，要不要？好啊，限量的哦，客人请稍等。太好了。调蓝莓看起来很好喝哦，先给客人好了，来，这个请你喝。谢谢。真好喝。当然咯，这是我们店里的特调，欢迎你再找朋友一起来哟。没问题。